今中外，东西南北，在邦心中。讲古邦，喂，各位听众你哋好啊！咁啊，第二节啦，我继续讲祠坛啦。咁就其实詹叔讲完未啊？讲完啦，差唔多啦，系咯。啊，嗯，即系讲咧，就讲阿郑老师啊，郑国江老师啦。嗯嗯嗯，郑老师本身教书嘅，佢一路都系教书，佢教到90年代先退休嘅。系系啊，佢一路系教小学嘅。嗯嗯嗯，系啦，某间南校附屬嘅小學度教嘅，係啊，咁咧佢咧亦都係教育，佢真係係教育職業出身，係係啊，咁咧就只係咧，即係咧叫做 part time， 係出去做作詞嘅啫，係啊係啊，但佢作詞咧有幾樣嘢咧就開創咗幾個潮流喎，嗯，第一樣嘢佢作好多兒歌，係，有先我哋上一代人聽嘅兒歌。嗯、基本上很多是他作的，是譬如有没有听过小时候啊，有有没有听过小太阳啊，大象做个大南瓜，嗯嗯嗯，再近一点有没有听过千年女王啊，就是非常好的，有没有听过 IQ 博士啊，有，是啦，这些都是郑老师的手笔，嗯嗯嗯，是啊，因为他呢就在小学教书的嘛，是，那他永远呢都是，其实呢都是看他对惯小朋友，是他永远就捉到小朋友是应该喜欢听什么歌，嗯哼嗯哼，是所以词呢这词呢就简单，嗯哼嗯哼，简单而这音呢即呢就很夹的，即是很合小朋友唱，就算小朋友唱都觉得很易上口的，还有呢他呢以前呢很多那些、即是 function， 嗯哼嗯哼，即席咧作首詞咧，佢得嘅喎，佢急才非常好嘢嘅喎，佢真係好有急才喎，即係你突然間俾只曲佢，佢突然間諗到咩場合，嗯嗯，突然間可以諗到首詞出嚟嘅喎，好好嘢喎呢樣嘢佢，係啊，即急才一流嘅，係係啊，即係佢即刻可以作到你哼咗幾個 beat 俾佢，咁佢已經諗到點樣作係啱翻個場合嘅啦，係啊，即係佢嘅中文嗰個 sensitive 係非常高，係係啊。仲有一樣嘢，第二樣嘢咧，佢咧就好多嗰啲佢有一種曲風，有一種詞風咧，係佢開創嘅。嗯哼嗯，城市情歌係呢個城市情歌咧。嗯，你都知道香港由60、70年代經濟起飛，係到80年代經濟係去到頂峰80、90年代。嗯哼嗯，是根本是一個你可以叫一個城市化的過程嚟噶嘛？係啊，係啊，一個城市化的過程嚟噶嘛？嗯，佢係咧可以砌咗啲詞出嚟咧，令到首歌變咗一首好城市化嘅情歌。嗯，因為情歌好多種啲啊，就嚇到生離死別啊，乜嗰啲噶嘛，有啲好鬼浪漫噶嘛。嗯哼，但一種城市化好淡淡然，好淡淡然一般生活嘅情歌。嗯哼，譬如有冇有聽嗰首歌叫《愛是這樣甜》啊？哦，有有啊，系啦，阿伦，哦，系啊，期望每朝早，系啊，得，系啦，咁上下吓，嗯 ，OK， 跟住咧呢一种嘅歌，佢系作得出嚟嘅，嗯，就算有啲好似悲情少少嘅歌，系啦，亦都系一种城市嘅感觉，譬如等，嗯Danny 嗰首啊，咁寂寞到夜深，風繼續吹啦，仲有係啦，風繼續吹啦，係啦，風繼續吹呢啲啊，佢特登作俾阿哥哥嘅啫。唔係嗰陣時好多改編外國流行歌嗰啲嘅。係當然啦，有日本嘅流行曲好多噶嘛，日本流行曲啦，外國流行曲啦。嗯。I'm never gonna dance again。嗯。呢個唔係啊，唔緊要，佢最著名咧。呢啲即係英文啊，萬記得呢個。嗯。咁當然佢亦都會作一啲好浪漫，即係好簡單嘅情歌啦。咁我諗三位都會有啦。譬如你作《龍本多情》，一串夢啦，即係係啦，呢啲呢一類型嘅歌啦。仲有一啲咧，就是、一啲勵志嘅歌。係，但個勵志嗰樣嘢，因為佢始終係老師，好多説教嘅意味喺度。係，譬如喝彩，有冇聽過？有。仍将一生热情给你，常为你鼓舞。仲有一首歌，好多嘅涟漪啊，嗰啲咧，系咯。不过涟漪就冇一种说教嘅，涟漪系情歌。涟漪唔系讲说教，漫步人生路。系漫步人生路啦。系咯，就邓丽君啦，系啦。系，即系依一类型嘅歌。
仲有一種，合唱歌，那種對談的歌，譬如呢首《只怕不再遇上》，有冇聽過？有，係啦。啊，都點唱咧？誰令你心思識啦啩？嚇？誰令你心思？冇印象喎、啊。哦，唔記得啦，可能真係係咯。佢嗰種説，佢嗰種對談式嘅情歌，對談式嘅合唱歌，呢啲亦都係佢嘅拿手好戲。仲有一種，呢一種咧，啊呢種真係我覺得又係我又係以前咧喺歌時代之前未見過嘅。嗯，青年人談戀愛嘅歌，嗰種初戀感覺嘅歌。係，譬如有冇睇過《少女日記》啊？電影有嗬。那首歌叫《偶遇》哦，我冇印象啊，已經林志美係啦，《偶遇》嗰套戲邊個做嘅？邊個做？唔記得。阿張氏抗麗做嘅。Oh，I see。係啦，阿張氏抗麗做嘅。OK。鬼記得嘅啫。係啦，我哋啲睇過啊嘛，你嘛卵仔十幾啦。卵仔十幾啦，卵仔十幾啦，我就唔好記得啦。仲有一首咧，叫《戀愛預告》，陳百強。嗯，係。是啊，那種呢是一種呢初戀感覺的歌，這種又是呢又是又是呢它的特色來的，它的詞其實呢 cover 的面很大，還有一些呢夾戲的歌它又是非常好，譬如有一套戲叫《似水流年》，是啦，佢真係好夾嘅喎，梅艷芳嗰首歌同佢好夾嘅喎，係啊，仲有咧就係咧，佢咧幫人度身訂造嘅歌，幫啲歌手不同風格歌手，我舉個例子，有一首歌叫做《心債》，擺落梅艷芳身上唱係啱曬，梅艷芳嘅情路你都知幾坎坷嘅啦，係大家都明嘅啦。另一首叫《浪淘沙》，阿羅技同好多新人唱嘅，咁啊係啱喎，《浪淘沙》又真係步進羅技喺樂壇嘅地位，又係夾嘅喎，又係啊，即係拍落佢度，第二個唱我都覺得又唔好啱數，係阿羅技唱先啱嘅喎，要佢嘅地位，即係佢嘅 status 去唱先啱嘅，係啦，就呢樣嘢咧，所以咧佢真係咧，正正佢真係一個填詞人，佢真係咧可以咧填啲詞落去嘅，係啦。好多人咧填詞咧係當寫故事咁寫嘅，佢咧真係填首詞落去嘅，係啦，即係幫你去填，佢甚至可能咧玩一首咧有首歌咧整我同你兩個都得㗎，都可以填首詞出嚟㗎，佢啲人嚟㗎，個種人嚟㗎，所以咧呢樣佢厲害之處嚟嘅，係啊，所以咧以前嗰個得意嗰個廣告歌咧，廣告歌咧係會揾佢嘅，係啊，因為一定啱啊嘛，佢真係諗到出嚟啊嘛，但係佢廣告點解作咁多兒歌呢，佢有一個原因，佢本身係一個教書，佢成日覺得講粵語流行曲嘅歌詞，好多唔係好啱細路仔聽，所以佢一路都致力翻，去作翻啲兒歌出嚟，俾啲小朋友去聽，因為佢始終都係一個教書嘅人，佢重視嘅都係一啲年輕人或者小朋友，係啊。所以咧嚟講咧，佢咁多年都應該咁講，到去九十年代真係退休咧，佢都係一路作兒歌㗎。你無線嘅，我哋細個聽嗰啲兒歌啊，好多都係佢寫㗎。係啊，即係除咗頭先 YQ 博士我作上一代啲經典嘅兒歌之外，係啊。呢啲咧就係咧佢，呢啲咧就係咧佢咧同其他詞人好唔同。其他詞人，譬如你阿黃沾作兒歌，只係係咁啱有人揾佢，咁啊作首即刻諗到出嚟嘅。世界真細，少得真奇妙妙妙。你永遠都記得嗰兩句歌詞，即係黃沾嘅詞永遠都係咁嘅。頭先講啦，佢第永遠你永遠第一大句歌詞都啱緊㗎咁啊，係啊。但係咧佢又唔係喎，一路咧都係咧指啲咧有點點為一個使命咯。即係佢真係為咗教，即係佢永遠都係唔會忘記
佢係一個教育工作者嘅身份 ，even 佢係一個詩人。嗯哼，佢而家作品而家我所即係而家咧登記喺作曲家作詞人協會嘅詞咧，應該有2000首。嗯，係啦。是啦，咁當然啦，佢當然啦，前幾日啊，我媽去我媽去睇個 show 啦，仲見到佢添。啊，係啦，阿歐瑞強個 show 咧，一定有啊，仲有鄭老師有好多，因為歐瑞強啲如火燒燒，全部都係鄭老師手筆嚟嘅。係啊，你咧作文歌得嘅，佢又係作俾小朋友聽如火燒燒嗰類。嗯嗯，係啊，即係呢啲咧，亦都係佢。佢同其他詩人唔同，佢做好多呢一類型嘅歌，嗯，係啊，即可以話佢影響咗，可以叫做話唔止我上一輩嘅細小朋友，啊，我嗰輩嘅小朋友都係，嗯，係啊，就算有啲歌你永遠唔記得，你都記得佢啲詞，嗯哼，係啊，真係咁。咁我哋講幾耐呢個？呢個係啊，10分鐘到咋？10分鐘到啊？唔係，冇話你嘅 ，OK， 你可以停嘅。我停先。這個我對鄭國江我很印象啦。好啊，鄭國江梗係好多兒歌啦，細細個聽嗰啲。係啊係啊，即係我老豆嗰陣好興買嗰啲雜錦碟翻嚟，一大扎嗰啲咁嘅兒歌仔咧。係兒歌好多好多。係啦，咁啊啱啱嗰時啊，仲有一首啊，對唱嘅歌要講啊，呢首咧而家都好多人唱緊嘅。邊只啊？嗰只真係，我覺得化境嚟嘅嗰只。點樣啊？難為正邪定分界。哦，係啊，真係呢個。呢個真係啊！呢個真係。呢、這個真係而家就算到我到以前到今日啊，未見過首咁嘅歌，幾過癮㗎呢、這個真係，因為真係講好多個哲學哲理嘅。唔係佢裝哲理之後佢對唱啊，嚇係啊，好有魔鬼同埋天使嘅對唱啊，好 dramatic 噶嘛，好 dramatic 噶嘛，係啊係啊，係啊係，同埋咧，不過就麻麻地中意呢只歌。同埋咧佢咧有一樣嘢，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咧，佢將嗰啲古曲咧嚇填啲詞落去咧，哦，好厲害嘅，係嘛嗱。國語歌有首好出名嘅歌，叫《今宵多珍重》。嚇，嗯，阿崔平嘅歌嚟嘅嘛。係啊，但係咧，佢俾阿 Danny 唱咧，佢作到啲詞又啱曬，又可以留翻嗰種咧嗰種古曲嘅風韻嘅喎。嗯，跟住有一首叫《客從何處來》，嗯，又係一樣。係，係啊，佢將以前嗰啲。古譜咧，好多相思河畔嗰啲，相思河畔嗰啲係佢將以古譜咧，算好古嘅，都係流行格局曲教育嘅嘢啦。相思河畔係民歌嚟嘅，咁當然啦，佢依幾年佢呢幾年咧，最多人講一首歌咧，就講《衝上雲霄》嗰首歌啦，係啦，嗰只歌係啱嘅時代啦，係啦，真係嗰首歌。即係大佬，真係唔係搞錯年代啊！搞錯年代係嗰首歌，係啦。咁啊，仲要再加埋阿林子祥咁樣。嗯，咁林子祥唱得幾好嘅。講真，嗰首歌你唔好話佢，你又擺喺以前嗰度啦，擺以前嗰度咯，廿年前咁啊，差唔多。係啊，但係佢作電影嘅歌多，但係電視劇嘅歌唔多。嚇嚇嚇！係啊，電視劇嘅歌唔多，係電影就多啲嘅。等等我先，有嘅《真的漢子》咯。張漢子咯，成一槍唔係呢個先，即係呢個最得最印象我未滿意。呢個好歌嘅，呢個好歌嚟嘅。即係問我呢歌係咪好歌？係好歌嚟嘅。咁啊，僆妹唱到真係係啱曬阿僆啊，又係。即係佢嗰啲詞咧，永遠呢樣嘢好配合個歌，好配合個歌手啊，好襯好襯個歌手。係。係啊，即係如果你話你話佢，你話佢嗰啲唔襯嘅話咧，即係我都好少見咯。嗯哼哼，系咯，仲有佢就算作情歌咧，佢作嗰啲咧都系咧嗰啲叫做，即系有伤感情歌啦，当然有啦。嗯哼，但系咧永远好甜嘅多嘅，系啊，甜嘅多嘅。伤感情歌系而家兴嘅啫嘛，唔系噶，以前都兴噶。唔系而家2000年打后咧，就真系好乜情味嘅。我想2000年打后嗰啲系啦，仲有首叫分，有首叫分分钟需要你啦，又系嗰个。走了你永共吹。系啦，依啲系一啲好。系啊，仲好多嘅，在水中央咯，在水中央啦，在水中央有烂纸一张，你啊行出出，咁样 ，OK， 系咯，所以就即系对印象都系咁样样啦，同埋就即系作好，同埋都好多哥哥嗰啲歌系佢作嘅咯，哥哥系啊，因为以前华星啊嘛，系啦，以前佢主要同华星歌手去搞噶嘛，因为阿边个系华星啊嘛 ，Danny， 系啦，喂，咁啊呢只歌啊差唔多，呢只啲字差唔多啦，好啊，拜拜。环球思维，香港本位，中港台。